你好。我们看您是在这块露营，所以说想要采访你一下。哦，行。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王。哦，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边露营吗？是啊。那你来这边有什么样的体验呀？我来这边的体验就是觉得这儿有点冷。所以您带了一条毯子是吧？是，这个就是可以保暖的。它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它其实你这么说它也行。那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搭配方式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？它可以当围巾，可以当头巾，可以当地毯。就比如说这么一铺地毯，就多功能的用途。我困了。是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沉浸了，对吧？哎，先生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啊，因为我看你这张脸熟哎。不是。是那个。不是。是不是那个小？不是，我是纯路人。纯路人啊。拜拜，纯路人。